你冷静一下，梅梅，你冷静一下，再往前我就跳了。你退，你别逼我。梅梅，哎，怎么回事啊？秦志，你快，蹲下过来，别过来我就往前跳。你要跳楼是吧？我告诉你啊，你们家楼层可高，跳梯摔得乱七八糟的。嗯。而且你以前花在你脸上、身上那些钱全白花了，你要跳就跳。你说什么呢？你闭嘴！就是因为你。今天上午上班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叫我去把你所有的事情都弄清楚？昨天还嚷嚷着要走，怎么突然了？怎么能突然呢？哎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什么？门口堵你的人是谁来的？何豆娜呀。是明星啊？对呀、啊，现在网上正直播这个新闻发布会呢，热搜榜的前五全是他。不对啊。怎么都不对呢？什么都不对。这个案子虽然听起来动静挺大的，可实际经济效益上，律所收不了几毛钱律师费。何东娜身上是不是有金矿啊？知道何东娜的老公是谁吗？